赵旭日一脚世界波，把球打进对方的大门，中队在最后时刻2-1超出了，一脚世界波，太漂亮了。太精彩了，这次角球中国队果断地投入了所有的好手，连冯潇霆也上去了，对方门将双圈打出来，正对着赵旭日，赵旭日这一脚绝对是本届世青赛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一脚。比赛结束了，中国队在本届世青赛的第一场比赛中以2-1战胜了本组的种子队，欧洲青年锦标赛的亚军土耳其队。